儿童节特别到啊，嘉义县好处市公所日前举办表扬模范儿童，应用肺炎的疫情，好处市长吴品瑞亲自到各校颁发奖状和礼品，获得奖的小朋友是真欢喜。特别的呢，这个礼物都是小朋友自己挑选的哦。好，也谢谢我们的家长会哦，非常感谢你们。就不举办一个大型的儿童节的表扬大会，然后一样由我到每一个学校来为小朋友颁奖，所以可以更贴近的小朋友，然后可以让我们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相处。那再一次恭喜你们，也希望小朋友学业进步，然后老师家长们还有校长以及今天在场所有的贵宾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好处市长吴品瑞表示，希望借由活动鼓励小朋友认真来读册，五育均衡来发展，看到每一位受奖小朋友的笑容，也让人感受到国家未来的希望。同时，伊嘛祝所有的小朋友儿童节快乐。记者黄美佳关采访报道。